就来。嗯，来，这凉床给你睡啊。嗯，好啊，我试一下。嗯，啊，真样有凉的。那你过来一点，我们几人一半。我若是过去客烧，你不是更加热啊？可是有人答应过我，要陪我困难一步。是谁跟你讲这么不正经的台语啊？不正经才学得快哦。静一下。你莫熬来哩。真觉得真困难。你讲的哦。嗯。出来！这个可不可以暂时暂放在你这里？好啊。放在你哥之前藏钢板的地方。等你不生气我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个拿出来看。啊，你这阵仔是去倒位啊？不重要啊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你要去哪？那你不是才从冰城回来吗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袂使讲，连我嘛袂使讲。我们两个的事情，就跟那些杂志一样，拢袂使讲啊。